修因缘观，像佛在经论上常讲，诸法因缘生，知道一切法都是有因有果，而且是互为因果。像树木花草，树木长成它结种子，种子啊又会长成树木，它这个因果是循环的。知道一切法缘生呢，这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的执着。既是缘生，换句话是它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，这个刹那变化了就是无常。事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法是永恒的，没有一法是不变的，所有一切法都刹那刹那在那里变。这个是停止我们这个愚痴的烦恼。佛告诉我们，三世十二缘起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一个人经常讲的一个有情，这举是一个人，一个有情众生。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众生，流转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缘起。这说明任何一个众生，他有过去，他有现在，他有未来，叫三世因果啊。三世因果呢分十二段来说明，这个就叫做十二缘起，或者叫三世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识，明识缘六如，六如在缘除，除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个十二因缘法呢，里头有因有果，也是讲的三世因果。比如说无明缘行，无明跟行是过去式的因缘，行缘识，从识到爱取有是这一世的因果，现在是，后面呢老死是来世的，这个是三世两重因果。先讲过去式的因，现在的果，再说现在的因，来世的果。现在的因呢，三个，爱取有，因为你有爱取有，所以才招来来世啊，又要搞生死轮回，永远呢不能够休息，生死疲劳啊。所以佛讲得很好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这一生所受的，是前生所造的业因感得的果报啊。欲知来世果呢，我将来世怎么样呢？今生做这事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就会感得来生果报啊。这是三世因果啊。十二因缘你要是看破了，他讲的是三世两重因果，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三世相续，相续相破断见了，知道宇宙啊，万事万物啊，不是只有现在有将来没有啊。一般人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来生，没有来世，断尽。你从十二因缘看到过去生的业因业缘，这一生当中的果报，这一生当中又造了来生的业因业缘，所以决定有后世。
所以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是错误的知见，这个叫断见。死了之后，我这生是人，来生还是人，狗死了来生还是狗，这叫常见。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。十二因缘你懂得之后啊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呢破常见，三世相续啊破断见，这两种错误的见解可以破。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，业有净有染，染业里面有善有恶，但是恶多善少啊。造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得恶报，不论是福报还是罪报，总不离六道轮回。要知道这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全是自作自受。佛教人要真正了解明白因果报应之后，你就不敢再造恶业了。不但不敢造恶业，警觉性高的人连恶的念头都不敢想。所以第一等大善，第一等大智慧，就是我们常常提醒同学的，把我们的心换成阿弥陀佛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第一中的第一，这也是我们造的，我们不造别的业了，专门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业，这个业叫净业。佛在经上说得非常好，心净则佛土净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因没有别的，清净心。我们用这一句佛号来净化我们的妄心杂念，让我们恢复到清净，这个是求生净土啊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所以过去因今世果，今世因来世果，我们对于今世因特别要重视，今世的果报好不要留念，不好不要怨恨，通通放下，修清净平等心，一心念佛比什么都殊胜。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观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。我们看芸芸众生这十二桩没有一个人能逃过，最关紧要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爱取有，对于这个世界决定不能有贪爱，不能有占有，不能有控制，不要争这些东西，我们只是把所有一切时间统统来念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